自南方都市报播报。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，近日文旅部对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，娱乐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进行了修订调整，其中明确表示，消费者在娱乐场所、网吧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，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50%， 每个包间接纳消费者人数也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50% 等。